种唱声去太精致了，先尝尝它的牛肉。一般上我会觉得放在便当里头啊，那些肉都会变得很柴很干，但是牛肉呢，它是保有它的水分，而且脂肪的香气啊，好浓郁哦。所以你知道，他们咀嚼的时候呢，你在拍呀、啊？因为我平时吃东西啊，口味比较重。